我是威廉。听说录花甲都很累，我是来看看到底有多累的。因为我自己旅行的时候是非常爱拍美照的，然后我都会带很多套衣服去，就是拍美美的照片，拍很多的美照，然后拍照啊，拍照打卡一定要有的行程。这次是第二次来参加这个节目，那心情有点不一样，因为第一次我的 baby 出生嘛，所以是很难忘记的回忆。那这一次是我第一次离开他这么久，所以每天一定要安排就是跟他视讯啊，跟他FaceTime 一下。第一次参加花甲是在南部，这一次我们要出国去香港，太久没有出国了。我觉得我这次安排给旅伴的行程一定是最舒服，而且最舒适，而且最有文化的，最有气质的。香港应该算是我去过最多次的一个城市了。我有设定几个好吃跟代表香港的一些感觉，应该让他们看看传统香港是怎么样的魅力。对，我基本上就是觉得我这一趟去是想要放空跟就是悠闲的时光，所以如果是很累的行程，就是什么上山下海啊，那我就要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户外的人，一定要去找一些地方，就是可能比较没有人的地方，玩一些很疯的户外活动。那我其实蛮期待可以把所有的旅伴操得不成人形。 Oh my god， 可以放过我吗？不晓得是谁，我心里就有一点惶恐，就是怕年轻人不认识我。我还是一样，我就是有个老先生的个性。对我来讲因为我怕对方有太多的那个地雷区，像上一次看到张秀秀。你们都不担心如果不合会怎样？好像没有不合过哈，你们不担心啦哈，因为你们想啊，艺人应该要保持形象，你们不会怎样，不一定。我会不会给你们压力很大？那这一次非常期待跟你们一起出国，希望可以让你们感受一个不一样的香港，可以拍很多很多美好的照片，希望我们彼此可以留下一个共同美好的回忆。请准备你们的体力，接受我这个旅程的惊吓吧。在这个五天当中，你们看到了我，希望你们装也要装出很开心的样子。我要请各位我的旅伴们多多照顾。放棒糖，我爱放棒糖。我想办法帮你们弄一个烟火来看看，有没有？哎，真的！哎，你你你！搞搞搞！抓棒，抓棒去！有吃早餐吗？吃了。不能吃早餐，不能吃没得吐啊！嘴不讲，嘴没讲。哇，我很爱这个，我很爱这个。这个潜水就会看到这个。我们有浮潜的行程吗？哇！啊，从来就没有这么近距离看过企鹅，觉得哇，好兴奋哦。小人，可以帮帮我。大哥在身边，不要担小人，不要人身边上。不早说要下水，我比基尼就带出来了。哎呀，刚刚那个100块就买，刚刚你要不买？小头，我们小姐不随便的，你要认识要经过考验的。哪一种考验呢？但是我觉得你长得不错，还是你跟我来。在我心中是95，但芭比有可能是68哦，有点高，有点高，没有喝咖啡，没有吃早餐。第一次去钱柜，我带一瓶红酒给大家喝，就很客气嘛。那个人就，干杯！为什么喝这样？1000块一瓶啊！你左手喝跟右手喝有不一样？右手比较酸，好喝。好喝，很酸，来。多酸，哇，好酸，
祝你味道，不要回头。喝上几酿的酒。是这里吗？这个也太早了吧，连太极拳的阿伯都没有。凌晨四点，心情会有点，就是说我也是出道一阵子的艺人了，我怎么那么被发那么早的通告？因为很久没有被发这么早的通告，好早啊，好扯哦。我听说这个节目会很累，但没有想到这么累。这也太，应该说早还是晚呢？一个实境节目凌晨四点出外景是什么概念？最好是一个我的少年是幽默风趣的帅哥，然后还单身，要不然我就要转头回家睡觉了。辣妹，辣！我已经结婚了，说这种话适当吗？嗨，你好。Hello。你是？哎，婉婷姐你好，哎，威廉，我是威廉，哎，嗨。你看你要坐前面对。好好好，就随便坐就对。随便随便。哇塞，你不觉得有点早的？早的有点离谱吗？对啊，我刚刚走在那个路上的时候，我怀疑我自己。真的哦。对，是一种诈骗的感觉。另外两个，另外两个应该是长辈了。长辈，我们就是等待，静心的等待他们。我们长辈们应该是好相处吗？不一定。我怕我会不认识。对，就是完全没有交集的，所以我们应该都算是有一点点出道的时间。花甲很爱找戏剧类，戏剧化，那戏剧你就没问题了。我就比较 OK， 但对对对，可能就会比较陌生。哦，对，有点怕说如果叫不出名字就尴尬。没有，我也偷偷怕死，谁这样。长辈会不会其实这个时间对他们来说算是正常？是很友善的，对，请问，刚刚我就刚好我困没起，起床第二次上厕所，所以 OK， 对，哎，其中一位，哎，心花怒放，他就是太帅啦，他就是从那种电影中、漫画中走出来的人物这样子，沮丧哎，难过，又本来想说我应该是少年的帅哥了。然后就一来，整个有点逊色掉。Hello， 好惊喜的组合哦！哇，哎呀，哇塞，我们那谁，你坐，你应该不是花甲类的，你不是啊？我们你好，我是婉婷。婉婷，我是威廉。威廉，你好，哎，很开心跟你出国。对，哇，怎么会有三位少年？现在是花甲吗？应该不是，不是，不可能，你是花甲。对，那你今年几岁？34。对，哎，你是我们里面最年轻的。哇，换了花甲，弄半天我们两个是花甲。会不会等一下更年轻？更年轻的一个少年，我们一直把自己当成少女，好可怕哦！哎，吓到哎！真的？对，认识很久吗？没有，我们只有试一下，工作一次来吧，工作一次还两次，对。但是也是就是大堆很多人的那一种。他说他很帅，但蛮开心的，并不会有一种嫉妒心。你完全不会想要跟他比较这件事情，自取其辱，所以就不要这样吧。我很开心的是，因为他很会煮东西。但是我那边不会煮东西，拜托，那边是吃东西真的太多了，真的。所以你这样讲，你香港也很熟。因为我两年前，我之前没有很熟，但是两年前我去拍一个节目，然后他们给我看一个真的不一样的香港，走七天，很多当地啊，跟一些。可能一般人没想到的面相，对，像前面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是谁？谁啊？
你好，是年轻的吗？哎，你好，请问你是？年轻的美雅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你家不是？不是啊，桂妹姐，桂妹姐，你好，重新讲一遍，不是，这是桂，谢谢，是年轻的美雅，是桂妹姐，你好，下跪。哇，你问我说，哎，是少女吗？我还说不是。失礼了，但是真的不能怪我，因为我的视线那时候我是背对着，然后我在跟法比欧聊天，聊得正起劲，心花怒放。我对不住你啊，对不住。对不对，真的是好失礼，好失礼。我很生气啊，我上车很久了，没有人理我，那三个。芭比欧啊，威廉啊，曾婉婷，没有人理我，我心里想说，我到底要不要坐进去那个阵容嘞？我想一想，我还是要坐进去吧，不然我要去哪里？太惊喜了！对，不是，而且我刚刚我以为是，怎么？你也没讲。重点是我们才刚合作完。真的、喔。对呀、啊，所以他也没讲明暗，那我不知道。我根本就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你要来啊。没有问，你也没有问他们。问谁？问他们不会讲啊？你觉得他们是什么善良的人士吗？对啊，那还少一位啊。没有，就四个啊。是应该就这个节目就是四个人啊。那这样谁还？所以只有我一个花吗？那个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啊。那是假的。我姐，我也是假类的啊。我陪你，不是，所以只有我们四个。应该就是这样了吧？对啊，他们全部都是四个人。对啊。我怀疑耶。怀疑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怎么样都不会被归在花甲，可是这，所以我怀疑是不是还有一个人？好奇妙哦。对啊，怎么刚刚？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两个坐了一天都坐回原来的位置。还是其实没有要去香港这件事情？对，司机大哥，早说嘛！你会不会走错路啦？这看起来不是要去机场的节奏啊！我们已经从天黑路到天亮。对啊。谁住在这个方向？可能是顺哥吧，顺哥住这附近，真的、哦？那有可能、哦。他住八德路那边、啊。你不是跟顺哥一起主持一个节目？对啊，对啊，但我们没听说。我跟闺蜜姐一起拍戏，我们都不知道对方要来。也没听说啊。对啊。他有点睡着。站着就睡着了。哎，真的还有一个。那我们是不是要鼓掌欢迎他？鼓掌欢迎。他的声音吗？好太熟悉了吧？他的手机也太熟。我真的是谁啊？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妹姐，你猜到了吗？红哥。Nice to meet you。他是马里奥吗？还是法比奥？法比奥。好的。嗨，漂亮哦。我们一上来，我们在一起拍戏的。我本来想说不晓得会是谁，因为上次是那个叶姐。啊，是吗？我们有看。你知道吗？叶姐好可爱。我看到叶姐，我好害怕，因为她是我女神啊。哦。然后我又很怕说。我乱讲话，把他搞到不舒服。结果他第一天其实有点严肃，然后到了第二天以后就崩坏。脚抬起来，慢慢抬起来。你看看喽，你调皮了。我已经被你影响到，我整个都太急了。那你自己有？对啊，所以我看到女生急的，我前一天我都会比较忐忑一点。你昨天有忐忑吗？看到你我就很放心了，可以随便，不是随便玩，他可以很自在，对，很融入啊，非常开心又非常期待，因为跟妹姐我们有合作过好几次的，那我今天看到她，我真的莫名的兴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应该会有很多的火花会碰撞的出来，而且她也会很喜欢说我们这样，我觉得她应该会很喜欢我们这样的组合啦。
舱哎，商务舱，商务舱哎，好高级哦。对，这是哪家？天后国泰，国泰，国泰吗？这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吧？是哦。对，很期待耶。我们比较平民，所以我们真的只有坐过经济舱。商务舱里面的设备是怎样？酒你可以随便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酒，一直喝酒，一直喝酒。哎，这样子会喝到下飞机。你讲的好像你很爱喝，你可能都不喝酒。这样子会很怂的，你只问人家商务舱，啊，就只喝酒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其实起码不是在台湾录，这心情上就是不一样。对，就是那种出游感会更强。一个阵仗，多帅哥陪伴啊。不一定哦，你这次的颜值都不开玩笑。还有一个老朋友，面的叽里呱啦，就不想要看，往后看。不会啦，人家对我已经肯定了，肯定我，肯定我在这里的功用，我在解酒用的。节目出来可以做商务舱，对啊，而且也是大家。突然一个太高级，受宠若。这应该要飞美国比较划得来，对对，我飞法国。我们可不可以直接升等升等驾驶舱？驾驶舱太过分了。搞到香港咯。你们通常出国旅游的时候，有什么事情是一定要做的？喝酒啊。喝酒啊！喂，我会喝的人是这样，我不是酒鬼啦。会，这次一定会让你喝。不是酒力，哎，不错，你这一次的人设这样很好。是吗？对。没有，一定要吃当地的美食啊，好吃的东西。好吃的美食，就是当地的食物一定要试一下。要拍漂亮的照片。这就交给你。你呢？那你觉得呢？因为我喜欢拍照啊，那我喜欢看日出，所以通常我就会日出。谢谢。我们早上看过了，我们看过了，已经看过了。好，太好了。对，不要沮丧，日出你不要沮丧，你可以继续讲，对不对？会有人支持你的，你会跟着我吗？对，但是他会为了怎么日出哦，我们已经把它安排好给你了。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不错，夕阳其实他们应该会比较想要看，夕阳一定的吧？夕阳，夕阳一定要照一个不错的餐厅，不错的 view。对，我觉得可以在维多利亚港那边看看。对。到了吗？谢谢哦。哎呦。你好，这个冷气舒服舒服。哎，你好，欢迎来到那个湾仔必胜酒店哈。哎，我是这边酒店经理，我叫 K。那我们这边有三个房间，有帮你们准备好，那我们带你上去。这是我们酒店的一个海洋主题的一个套房，小可爱，对，有一个小海豚，对，你看一下房间，这个就是小朋友的房间嘛，对，没错，就适合比如说打卡拍照，你看那个设计啊，地毯，那我们两个很适合我，所以安排我们这个，真的，我最爱拍照了，哇，真的是什么？快点！哇，好不舍得躺哎！对，那对对，那房间部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点的那个赛马场，那这边是铜锣湾，这里有赛马场，对，可以看到。这个是小朋友最喜欢拍照的位置，对啊，这个地方很适合拍。这个是我们为你准备的，因为有知道洪哥可能是喜欢看那个赛马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准备了一个就是赛马景观的房间给你哦。哎呦，这是我们，这是我们这个酒店那个风景最好的这个房间。你可以在这边，我们这边逢星期三的那个晚上就有跑那个夜马，我们香港的夜马。
所以这种赛马，它一般的电视会不会转播？会，你也可以，对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电视，对对，电视这边看，对对，那这边可以看到直播的。哇，对对对，太好了。我们准备了一个是家庭房给你们哈，家庭房，对对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两位都是爸爸，下一次如果你们有机会带那个小朋友过来，其实这个房间我们是好 Q 哦，对，专门准备给一些家庭的。嗯，那我们有房间有准备一些小朋友的，比如说浴袍啊、拖鞋啊、牙刷啊，对对对，然后每个客人入住，我们都送一个我们多水的一个小熊，很贴心嘞。对对对，那这个给你。因为你，因为你的是女生，我的还没出来。对，这里东窗可以放一个 baby 床吗？可以可以，这位置我们还可以，就是可以加，比如说真的带一些很小的 baby， 对，我们还可以加一个 baby 床这样。对，没问题。Housekeeping， 是谁 ？Service， 是谁 ？Service， 哎，你好，哎呦，来来来。这是爸爸，不是爸爸，爸爸。而且我跟你说，哎，很 Q 啊，很 Q 的，对，很 Q， 对，很 Q。可以让你们带走的吗？他没，他不行啊。而且他 Q 的是说，这是给他穿的，然后他这一楼有是他洗完澡的时候用。他接受他的 baby。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，我是少年郑得意，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想象，快点订阅起来哦，再来一次吧。